大油桃买的还是你妈买的吧？你这把什么红的？你奶来干活来了，给你干活来了啊！带着带着，男的就穿这玩意儿，还挺好玩的。挺好玩的。我儿子放学了啊，这谁呀？倒车倒车的。你到后边干啥呢？装修呢。装修的。啥样了？菜都穿好了，就是准备煮鱼了。这些汤够不够？水煮鱼啊，够了。够了。差不多够了。这还添点，大盆装不下。搁锅就完事儿了。大鲤鱼啊，先少来个水煮鱼。你吃吃，西瓜吃吃。不吃。啊？不吃。太凉，得还好了的。这个不行。嗯。是凉。啊？啊？要不咋喝？那孙子呀？吃点西瓜行。我孙子快来吃西瓜吧，你妈说不穿。这家不咋吃西瓜。西瓜。嗯。就吃苹果。还找，啊，这长男的西瓜，嗯，那长男的西瓜，一会儿给你大家吃吃吧，尝尝一会儿。不了，不吃了，孙子。你过来。他说我买这西瓜不好吃。妈，辣的行不行啊？我说妈，吃辣行不行？行，不能吃辣的。这干嘛椒啊？对，这干嘛椒？煮好了啊！下次去哪买点？要油了啊！可以。哥们儿，来，你过过，你方便吗？啊。这太多了。哎，店员，啊，我还寻思你拔这一头。儿子，快点，闪开，闪开，烫着。来了。哎，这一大锅怎么样？哎呦，这得几个人能吃了？几个人，咱慢慢吃吧。上外找两个人来。你跟你奶坐哪儿了？哎，咱娘俩坐这儿。哎，好。刚能瞅着锅，瞅着孙子了，够！能够着吗？我给你倒盆里啊。能够着，能够着。倒盆里吧。倒盆里吧，来。这能够着，啊，嗯，够了。够了啊。够了。再上，再去。去吧。没有这么大盆儿。盆儿真小。尝尝。尝尝咸淡。行不行？嗯，好，这样式儿就这样。